来自大角星信息。关于若要看到希望的转变，先成为转变本身。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亲爱的朋友，我们观察到你们之中有很多人变得担忧、混乱，甚至是对此刻世界的局面感到沮丧。请不要忘记，你们正看到的是一个早已过时且重重障碍、种种的腐朽系统，正见证它的死亡。而那些一直以来从愤怒、恐惧和残酷战争吸取负面能量的黑暗实体，此刻也正变得越来越绝望。他们恐惧且害怕，拒绝改变，企图继续使用对立二元的方式制造分裂和对抗。毕竟，这些能量如此长的时间以来一直支持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支配和统治，必然极力维持和之前一样的现状。恐惧、愤怒和痛苦所制造的能量，对于那些无法触及光之能量的人或实体来说，就像是食物来源，并因此喂养他们自己。他们已选择把自己切断与更高维度能量的连接，他们散播并利用这些来自其他人的痛苦和恐惧所制造出的能量，制造更多痛苦。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最近时常听到或读到这类黑暗意图和残忍行为的报道。请务必对你们看到和听到的每件事保持警惕，尤其是在这段能量异常强大的时刻。一旦即刻识别并确认出他们，随即把表象的显现带入到真相认知中，包括那些牵连其中的每个人的最初本质。当大多数人能保持他们自身能量处于足够高的频率，那些依赖于这些致密能量生活的实体将被迫改变或是离开。我们并不是说你们盲目地把头埋在沙子里并大声说，哦，上帝支配一切，这个将死的孩子，这次事故，这些暴力都不是真的。我们所表达的真正意思是，当你看到这类事情发生时，通过直觉感受和爱的引领，以你认为最为人性的方式做出回应。与此同时，你也能清楚明白，你正看到的是对立二元和人类集体无明的分裂意识显现，它并非人性本善和灵性的本质体现。你们非常清楚自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的人，而这个改变是你们期许已久的发生。你们在此刻处于地球之上，是为了协助一个新的、含有更高集体意识的世界在地球上诞生。其他星球在过去也经历过与此刻地球相似的过程，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星际友好文明的存有非常理解人类正面临的挑战，并在竭尽全力为你们提供协助。因为地球是一颗自由意志的星球，灵性高度进化的银河文明和扬声大师群体就不被允许为你们做这些工作。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将无法帮助任何人学习必要课程。这就像是溺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一样，时刻守在孩子身边并提供保护，总是因害怕孩子受到伤害而出手干预，导致孩子无法学习必要的经验。那些高度进化的文明拥有许多先进科技和灵性知识，希望与你们分享，但他们必须作为观察者先行退后，直到人类集体意识提升至足够高并准备好接纳他们的人类同胞，而不再像对待仇恨的敌人一样相互伤害。的确，存在一些人，他们在做的只是等待，不是努力提升自身频率和觉知，并希望一支银河舰队能突然介入并拯救这个世界。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类的自由意志必须尊重。
只有人类自己能带来他们真正希望并祈祷的转变。你们才是创造者，你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个性独特的创造者力量。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建议你们关掉电视，不要再看或听那些公共媒体宣传的新闻，除非你能始终保持清晰头脑并时刻处于警觉。因为这个世界的稠密能量，再次跌入陈旧与庸俗中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一直在努力超越他们。压力、悲伤、愤怒、对立和对抗都在喂养恐惧，并继续让错误品质的低级事物因得到能量而一再延续。毕竟你们都是创造者，如果你对自己说，我绝不是这样的人，那就一劳永逸地抛弃所有这些错误态度，等待某人、任何人前来拯救你，不论是物质上、情绪上、精神上，或者灵性层面，这必须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工作。一直以来，你们使用的方法都是从属这个城市世界的结构特征，它基于对外界的依赖，崇尚支配控制、权力和权威。但最终，每一位行走于真理道路的人都必须明白，任何事物的创造都从内在开始，并符合个体自身的意识层次。大多数宗教都包含有这类虚假错误的意识结构形态，并衍生出一种中间人的角色，所谓圣人、大师、祭司或甚至是当地的牧师或神父，并且他们的存在对你们而言是必须的，而你们则是一个罪人，只能透过他们向神祈求宽恕和怜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把你与神真正隔离开。接通神的每一件事物、每一种因素都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并且每个人永远不可能与神真正分离，甚至需要一位中间人来为自己发言。这个真相，不论个人知晓与否都不会改变。进化本身也是一段觉醒的过程，走入更高实相，包括个人与全球。它通常从内心的领悟，从一个有趣的想法开始。实际上，这是因为你们已经历多次转生，并且曾经一次次偏离道路，直至今生才最终拥有正确意识状态。并且觉醒进程的启动最普遍的情形，便是对这个城市世界中那些曾经看似完美的规则和概念的厌倦和不满。这种心态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在多次转生时，你都在体验分裂和对立二元的生活，对于构成这种生活的种种规则和概念已无法再让你感觉满足，即便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这样。这些感受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作为个人，你已倾向于对陈旧 3D 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是以相对极端的方式经历生活，比如苦行僧修行。即便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原因也是因为我已经受够了，一定有更好的存在方式。虽然还有些许迷茫，你也相较之前变得更善于接纳，愿意对更高的存在方式打开心扉。你们所有人都经历过相似的体验，不是这一生就是另一世，不然你无法获得今天必须的意识与觉知的程度。不管怎样，你和其他与你相似的人内心深处都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都会经历这样的磨练。一旦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也就能做到更从容地放手，并允许这个过程发生。时间已到，时机也早已成熟。这一刻，所有人从内心深处都知道一个事实，
必须开始拥抱并允许一种更高意识的存在状态，而不是在任由小我心智主导，倾向竞争、对抗和评判。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放弃他们曾热衷并直到今天都让他们过得很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并从中收回力量。例如，水晶携带有极高振动的能量，这些能量数个世纪以来都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服务人类，但你们都不要忘记一个关键事实：水晶永远无法为你提供你自身没有的东西。水晶能量会校准并增幅在你内在已有的能量振动。在过去，你们使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拥有财富、疗愈身体、为你们带来浪漫爱情，或者让你自己变成受人崇拜的明星。这些观念和心态依旧在这个城市世界充斥。这些基于物质享乐的观念和信念的确能让他们获得所需求的事物，原因在于这些显化的事物对应他们的意识状态。然而，对你们这些已经觉醒并处于更进化层次的人来说，已经发现这同样的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你有诱惑力，因为你不再和他们处于同一个共振层面。你们在灵性上已获得足够进化，从而能超越这些颠倒对立的二元意识形态。你们开始接纳并认清自己，也不再受制于第三维度的母体影响。你们在学习从一个更高层次带来改变，这个层次不再对应这个对立二元结构，也正因为这个结构才使得许多人周而复始地受困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当你看到其他人依旧轻易就受到世俗诱惑影响时，无需比较，也不要觉得这是一次失败。其实，在当前如此强大能量的推动下，只要一点努力，他们同样可以超越这些三维意识的受控状态。意识，它总是在表达它自己。一种处于分离和二元的意识形态，就体现为单纯的好与坏、善与恶、非黑即白的对立面。而作为已知晓更高真相的灵魂，你们所寻求的是完整意识的形态，在这里对立本身并不存在。传统习俗和对应的工具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人类的灵性旅程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协助那些探索者去发现新的意识层次。然而，对他们的依赖也注定要最终终结。作为真理的寻求者，就必须准备自己从对外界的依赖进入内在本有的力量。总是沾附于同一种意识状态，原因之一是它的舒适和熟悉，原因之二是对未知的恐惧。但停滞不前也必然导致自身进化的停止，并把你束缚其中。没有任何人会永远处于同一种意识状态，进化是不可改变的前行方向，它是灵魂对自身一起的无限旅程。一个时刻已经到来，对于每一个真理探索者而言，在许多次的转生中，你们都研习过许多法门，体验过不同的修行方法、道路和仪式仪轨。最终，你们会发现，在你自身之外并没有实际的真实存在，你自己就是完整与圆满的体现，从此刻到永远。你就是它，你就是无限。请注意，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表示你不能享受你所喜欢的灵性书籍、水晶制品或是仪式。我们想对你们说明的是，当你把所有希望和信念都寄托在外界事物或他人身上时，你对他们有需要和依赖，你在崇拜偶像，崇尚外界形象。然而，阅读这篇信息的你早已超越了这些。仔细想想，
工具的作用是用来帮助你，协助你探索内在，而不是变成你的依赖和依靠。请在任何时刻都活出你内在最高的觉知，允许它自在流动和自由增长，直到成为你最终的领悟。你就是爱，这份认知的成功获得并不是来自他人，也不是通过类生类世的体验从外界去获得，更不是由别人以权威方式对你的授权，而是你意识所触及层面获得的对应觉知。你就是神圣之爱的完整体现，它才是你的真实本质，也是所有生命形态的根本实质。现在的时刻，对你来说，便是实际探索这其中的深刻意义。神圣真我，是那个完整的你，从任何角度，以任何方式都圆满具足。让你自己与这份知晓完全整合，并融合成为你意识的固有部分。记住，若要看到你希望的转变，先成为转变本身。来自大角星人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